肖猪，生肖猪的人十七号后运势逆袭，必能一夜暴富，买房买车，注定大富特富，改变自己的创业方向，并能够得到很大的发展。最为关键的是，在事业上有起色，在感情方面，这个月也是能够顺风顺水，甚至有可能和伴侣踏入婚姻的殿堂。生肖牛，属牛的人很能吃苦，平易近人，所以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结交到很多知心朋友。十七号运势高涨，财源广进，桃花朵朵开，财情兼收，财风力达，有吉星庇佑，不仅桃花不断，而且偏财运非常旺，有望行大运，发大财大爆发。无论是在事业还是感情方面，他们都将会有不错的收获，非常值得期待哦。生肖兔，生肖兔的朋友十七号改写命运，财运逆天，接横财纳福运，一夜暴富，一生贵人遍地，即使有困难也可以得到解决，逢凶化吉。另外，大多数属兔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，往往在贵人的帮助下大展宏图，生财有道，拥有光明的未来，此生财帛不缺，平安顺遂，让人羡慕不已。